快点快点。杨哥。二妹。哎，二伟哥，您不是回去了吗？不，这是干嘛呢？这就是我那个同学。怎么了？我都回去了，然后在路上我看到粉丝们给我发私信说那个你那个什么同学来找你了，我就回来看看。对，他过来了，不知道他怎么过来的，怎么找到的。不是那个你约干什么？就你是吧，那个黄毛是吧，你看干什么？你们呀，然后刚刚风大嘛，然后他就进来坐了一下，然后他还把行李带过来了。行李都带过来了？对。你这是干嘛呢？你想干什么呀？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我来找我的爱情。什么找什么爱情啊？人家二妹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你怎么不是？二妹没跟我说啥，没跟我说啥，好吗？你没看见人家不情愿吗？没有啊，人家不欢迎你啊。你这我没看见，没看见，好吗？你到人家家来干什么呀？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呀？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没干什么。嗯，没干什么，你就坐着嘛，你好好坐着，你跟二妹聊会天，好吗？不是你跟她聊什么吗？你跟他聊什么？很多年没见，我有什么好聊的？人家你没看到人家的不情愿吗？不是你们要干什么？那么多人？不是你来那个这样子，你来接一下二妹可以，但是你回去了吧，好吧，我们什么也不说了。不可能，不可能，你回去了好不好？不可能的，回去了。我这么跑这么大老远跑过来找我的爱情，我怎么可能就回去了？你把你的行李拿着，你回去吧，好吧？不可能，不可能。那这样坐吧，你们两个坐吧，把他请出来一下。干什么？不，我跟你聊一下。别拉我，别拉我，快点，快点拿走，快点拿走。二妹坐，不管他们，不管他们。来来来，二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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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会打起来吧？没事，不管他们，不管他们。二妹，你不要管他们，不要管他们。那个，没有欺负你吧？没有没有，他没欺负我。奶奶没有欺负你吧？没有。哦，没事，不管他们，不管他们，二妹。他们该不会打起来吧？不会不会，你不管他，没事的，没事的。那个，这个人真的有时候有点不讲道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叫你跟我打电话也没有打。哎，他怎么突然就过来了呀？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他开玩笑，他不敢来，知道吧？没想到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我都回去了，都走了好远了，然后那粉丝们全部都在跟我说那个黄毛过来了，然后我就跑回来了。没有欺负到你们就没事，没事啊。你等一下，不是。哎，不管他们，不管他们，等他们聊。没事的，二妹，反正你也跟他说清楚，如果他不踢的话，我来告诉他，好吧？没事的，我知道你也跟他说过，就是说。不要来打扰你们怎么的，但是他好像不怎么听得懂。你干嘛？你不要叫。你不管他，不管他，好吧。我去告诉他，好吧，我去告诉他。那个奶奶，你们先坐着啊，先坐着，然后我去跟他说，好吧，二妹。嗯。啊，没事的啊，你们坐着啊。那个，我走。哎，那个，不用拉他。那个黄毛，你过来，我们两个聊一下，我们两个聊一下来。有什么好聊的？你过来嘛，你过来。你要记住，听到没有？来过来过来，我们两个聊，来走，你坐在我车上，我来聊。你有什么话在这说就行了。不是，你要干什么？你坐在车上，我们俩好好聊一下，好吧？好好聊一下。来来，什么话就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干我吗？你别以为你们人多就能欺负人少。哎，这是我的家乡，我认识的人很多的，啊，听到没有？还有，我不可能走的，好吧？我既然选择来了，我就做好准备了，我不可能走的，好吗？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说完了，你说。我现在是在好好的跟你说，知道吧？来，我问你，你真的喜欢二妹吗？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是吗？那你有喂过她吗？她喜欢你吗？她都说得很清楚，跟你说得很清楚。她说她不喜欢你，她只是把你当同学，你怎么就无理取闹呢？啊？这只是暂时的，暂时的。我正在努力，我们不可能一直都这样。正在努力，你觉得你能给她幸福吗？你觉得你能照顾好她吗？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个你不管，这个你不管啊，这个你不用管。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好的小伙子，你不好好的卖你的饲料，对吧？以前也这样，现在也这样。以前你还记得不？如果那个女孩，如果不是我的话，我都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还对人家动手动脚的，你不是一个好人，知道吧？所以我今天我都回去的路上了，粉丝们一直跟我说。说你来找二妹了，我才特意过来的，知道吧？你不要提前的事情
好吧，你我就说是我认识你的，你都不用说那些，不用说一些。我就想慰问你，你就不能好好的做一个好人吗？非要搞一些事出来吗？对吧？我喜欢一个人，我爱一个人，我来找他没有错。那你这种是不讲道理的呀，没有，人家不喜欢你啊，你非要跑到人家家来，这是素质吗？礼貌吗？他现在不喜欢我，以后会喜欢我的，我相信我自己。你不要说以后了，知道吧？没有那么多以后，知道吧？我现在是好好的跟你说，你就来看二妹，我妹都能理解，知道吧？但是你看完你就回去吧，好吧？你回去了，好吧？不可能，不可能！我再跟你说一遍，不可能。那你还想要干嘛吗？我不想干嘛呀。我这么大老远跑过来，我为什么要走呢？来来来来，那个你这么老远的过来也不容易，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拿回去那个做路费吧，好吧？你辛苦了，完全不用。来来来，你拿着拿着。可能因为这点，我就放弃二妹的。不是，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拿回去做路费，知道吧？你这又装好人，我。哎。